都别过来！你个无逆啊！家主，家主回屋！家门不幸啊！拿下！ 你也是聪明人，我们之间不必闹到玉石俱焚。江少商放了，交代城使的下落，我可向圣上求情，从轻发落。什么？求情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可笑。 这些年，我楼本游历四海，众人只知晓我文采博学，却从不知我的抱负乃是山河为盘，星辰为棋。可惜，楚军对我伯父言听计从，我空有满腔抱负，却毫无用处。袁善剑，我真羡慕。 年纪轻轻就可以在廷尉府有一席之地，我自认才华不输给你，却不知落脚何处。雄鹰不能在檐下飞行，鲲鹏也不能在浅池中浮水，我自少年起一心入主中枢，却不想落到这步田地。时也，命。 不行吗，阿母？这些年大伯母欺负你、羞辱你，我若是官身何至于此？我是长子，因为家中人撑起一方天地，我不想将来我与阿阳的子孙也在族中这般卑微怯懦。阿雄。 我已澄清了，我也长大了，不必一直在你的羽翼之下。阿兄，你不用事事都自己承担的。你放了少商吧，令将军说话算话，定会在圣上面前为你求情的。是啊，我也驾驭娄家，有何家成瑶，世伯再不会用受这样的委屈。多谢地府。 可我若连自己妻子也不愿连累，又怎会肯借助地府娘家势力？阿瑶，你既是个大人，就不要再哭了。娄家，以后还靠你撑着呢。夫君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我们回头是岸，功名利禄我们都不要了。 我不知道好不好。燕姬，我可能不能陪你去东海寻访蓬莱仙境了。对不住。你听我说，你别，我爱完了。
罪自尽，尸首也要带回廷尉府。娄少夫人，进来。你们滚！都是你们逼死他的，你们还要带走他，不下去走开！滚开！都是你们逼死他的，都是你们逼的。 心之所想，艰难，则失之不已；得之既已，则失之亦然。难易一线，全凭己心。因即是果，果即是因。你的马匹在何处？就在府外。 你要做什么？我去找我阿父。刚才罗奔与我讲，因即是果，果即是因。既然起因是因为两钱金铜，那结果也会在同流同框。他们定是将我阿父囚困在哪？我去找我阿父。